迪士尼《冰上世界》《冰上芭蕾歌舞秀》是寒假期间最精彩的合家欢节目。全世界一致认同高水准品质保证的迪士尼《冰上世界》《冰上芭蕾歌舞秀》在今年的圣诞假期将光临南加州，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好朋友们共度一个难忘的圣诞新年佳节。来看记者的报道。节目中，您除了可以和米奇、米妮以及迪士尼公主们一起在不同的王国里体验令人兴奋又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展现大家的聪明才智，还可以观赏迪士尼《冰上世界》高手们的精湛溜冰技艺，舞台设计师匠心独具、重金打造设计的大型活动式舞台背景，美轮美奂的漂亮服饰以及高科技的音响特效。这是一次全家共享的欢乐，在轻松愉快又不失紧张刺激的气氛中，使您与家人一起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是迪士尼《冰上世界》大型现场溜冰表演芭蕾秀，超大型活动布景，超震撼的音效，再配上经典迪士尼卡通人物的曼舞妙姿，绝非一般芭蕾秀可比。演出时间为12月14、15日在洛杉矶 Staples Center， 12月21、22日在 Anaheim Honda Center， 12月28、29日在 Ontario Citizens Business Bank Arena。有兴趣的朋友请把握机会，于演出一周前提早预先购票。购票地点为南加州各常青书局和金石堂书局。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